上课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线上手语教室。手语教室，耶！我是龙老师连桥，我是听人老师如君。如君，你看我的宠物可爱吗？好可爱哦！你看我的，但是啊，我养宠物我不喜欢，因为觉得要养狗养猫很麻烦。嗯，宠物是人类的好朋友。它可以帮助人们很开心，也对人体健康有重要的作用哦。今天让我们来分享养宠物有什么麻烦和乐趣。开始今天的手语词汇，开始咯。第一个手语，狗狗，大耳朵，狗的大耳朵，狗狗。猫咪，猫咪有胡须，好，所以就猫咪，猫咪。接下来，鸟有尖尖的嘴巴，然后加个翅膀。鸟如果没有翅膀，只有嘴巴的话，是鸡，鸡。鸟，鸟，好，下一个鹦鹉，鹦鹉有勾勾的嘴巴，而且会动哦，它会这么动动动，好，看一看，然后动一动，头到处看，鹦鹉，鹦鹉，下一个笼子。就一根一根铁的铁丝的样子，笼子，笼子，一条一条的啊，笼子。好，鱼很简单，鱼，鱼，游在水中游，鱼儿鱼儿水中游。动的话啊，就是你看他老师在做一个鱼的游泳的形状。鱼，鱼，好，蚕宝宝会吐白色的丝，白丝的虫，蚕，蚕，好，桑叶，蚕的叶子，好，桑叶是不是？一角一角一角的哦，看桑叶，一个秋海棠的形状，然后一尺一尺的桑叶。好，仓鼠，老鼠，老鼠啊，老鼠，在一个滚筒里面，好，老鼠，老鼠。下一个兔子，两个笔法，第一个大大的耳朵在上面，兔子，第二个也是耳朵，这个是脸，这个是它的耳朵，兔子，兔子，兔子，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大头贴相片，就有一个 Jenny 的大头贴，就是兔子，兔子。OK， 下一个鸽子有三个笔法哦。第一个，鸽子的脸哈，鸽子的鼻子上，有一个鼻翼，鼻突，这个是鸽子。第二个，鸽子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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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脖子会动，对不对？鸽子，鸽子。第三个手语呢？即兴的
鸟，即兴的鸟。来，再来一次，第一个鼻翼，好，鸽子。第二个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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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脖子。第三个，信鸟，记住了吗 ？OK， 好，下一个蝴蝶的手语，很简单，大大的翅膀飞，蝴蝶飞呀。你看哦，这个手指头不要张开，让它变成翅膀这样飞。蝴蝶合起来，手要合起来，不要打开，合起来。好，合起来。好，蝴蝶。下一个手语，喂养。好，这是一个人，我们拿东西给他吃，喂养。喂养就是好，很像好拿起来给他吃，好拿起来给他吃，给他吃，喂养。好，下一个大便，大便。大便，然后正常的大便是这样子，硬硬的大便，大不太出来就要比较难大。那如果拉屎，拉这个就有点拉肚子，拉肚子。好，第一个正常的大便，第二个硬硬的，硬硬的出不来，第三个拉肚子。讲清楚哦，好，下一个可爱，照字面可以爱，就是可爱，可爱。如果看小孩子好可爱哦，用拇指跟食指在嘴巴前捏一捏，可爱，很可爱，好，他好可爱哦。下一个。领养，领养是把它带回来养。领养，领养，OK， 好，弃养就是把它丢掉，养然后把它丢掉，弃养 ，OK， 好，陪伴一个人，我们陪他。Max 告诉我们说，今天教的那个手语词汇哦，蛮实用的。陪伴，陪伴。好，下一个，耐心。这个意思是说，有一把刀在你的心上，砍砍砍，我们都忍耐，忍耐。耐心，耐心。好，下一个，爱心。这个爱大家都会，一个人我们摸摸他，爱他，这样，爱心，爱心。好，下一个叫，汪汪汪汪叫，一个声音从嘴巴出来，哦，叫叫叫。好，吵，塞住耳朵，弹中指，很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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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通常都会有带点表情，很吵，很吵。OK， 下一个饲料，这个是喂吃，就是喂动物吃，动物我们喂它吃。好，下一个幸福，幸福为什么摸摸下巴呢？笑一笑，觉得很幸福，很幸福。OK， 宠物，养的动物，再一次哦，养动物，会吗？再一次。养动物 ，OK， 你看啊，它的手语是什么？这一个是手语，怎么比呢？怎么？
么比呢？一个树爬在树干上，无尾熊，无尾熊，老师他很会表演哦。要呆呆的样子，无尾熊。那这一个呢？狮子，狮子张个大嘴巴，有胡子，狮子，好，很好 ，OK。我们接下来呢，要复习词汇，然后我们再复习一次，我们不说话哦，跟着我们的词汇来练习哦。好，注意看，开始。OK， 你都学会记住了吗？接下来就是手语绘画。第一次我们不出声音，你看我们两个人的手语，看懂不懂哦？注意看哦，开始。
你们看懂吗？可以哦，好好，那我们来解说哦。好，开始，再一次看到狗狗、猫咪很可爱，让我也想养宠物，养狗、养猫，要吃喝，一直喂，一直喂，还有大便要清理，很麻烦啊。养蚕比较好，可以摘桑叶给它吃，然后放在盒子里，它不会吵也不会叫。养鸟也可以哦，只要把它放在笼子里，然后给它吃的还有水放着就好了，嗯，很方便哦。还有啊，仓鼠很可爱，你放一个转轮，它就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嗯。还有兔子也很可爱哦，但是兔子长大以后味道臭臭的，嗯。我啊想养狗或者是养猫，可以陪伴我，我可以抱在怀里玩，很幸福。你啊可以去领养，但是呢养宠物要有耐心，还要有爱心，随便弃养 不可以哦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去领养狗狗吧。不了不了不了，我要养什么呢？鱼，只要倒一倒饲料，看它游来游去，我就很幸福了。清楚吗？ OK， 看懂。刚刚有人问说那个鸽子两个字为什么手语那么长，我们刚刚有解释是三个笔法都可以哦。第一个鸽子也可以，好，鼻翼好黑黑的。第二个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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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脖子，第二个。第三个即兴的鸟，这三个你随便比一个都可以，随便，懂吗？不是说要三个一起比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好 ，OK， 好。那么现在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开始猜谜的互动问答。你喜欢养这个宠物吗？你要看我表演，然后举手猜哦。好，准备好了，三二一，第一个，你喜欢养这个宠物吗？这个是什么？赶快按哦！什么？啊，已经。有，已经有人举手说蛇，对不对？好，答对，很厉害。好，第二个，你喜欢养这个宠物吗？很会猜哦，很会猜哦。海龟，海龟，海龟，是吗？啊，又猜对了，猜对了，对，哎 ，Jenny 也猜对了 ，Jenny 也猜对了。好，第三个，你喜欢养这个宠物吗？猜猜猜猜，什么什么？打字打字，这是什么宠？哎呀，真的 ，Amy 猜对了，蜥蜴蜥蜴，
也猜对了，有这么像吗？手语有没有？你看哈、哦，他的动作就是有点像壁虎那样子，啊、哦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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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舌头出来，啪啪啪啪啪啪，舌头出来，啊、哦，蜥蜴太厉害了，打字慢了一步哦，好，没关系，下一个加快一点哦。你喜欢养这个宠物吗？快点打字，快点快点快点打字！哎，这是什么？看不懂吗？再一次，看不出来吗？这个。有没有人？哎、欸、，Amy 答对了，蜘蛛 ，Amy， 啊 ，Jenny 也答对了。好，手语怎么比？蜘蛛，哎，蜘蛛，它的脚，它有八个脚，这样子动来动去，蜘蛛。好，下一个，你喜欢养这个宠物吗？很流行的啊，现在很多小孩喜欢的啊。这边一根或者是两根独角仙，独角那个好用，对，甲虫，独角仙也对，好，手语怎么比？一根或两根。好，你看到一根或两根，好，独角仙，好，不错不错。下一个，你喜欢养这个宠物吗？有没有？再一次。有，蝎子两 ，Amy 跟 Jenny 猜对了，蝎子，我们那个星座有天蝎座，手语怎么比？天蝎座，好难哦，这手语好难哦，要爬尾巴，还有一个尾巴，但是那个手语天蝎。天蝎座，好、哦，不是，我不是，我也不是，天蝎座听说那个很聪明，会害人，对不对？好，下一个，你喜欢养这个宠物吗？有人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的五号鳄鱼，答对了，鳄鱼，有那么像吗？好，接下来你喜欢养这个宠物吗？准备打字抢答哦，快点打字，快点打字，青蛙。会跳，这是青蛙。好，还，哎呀，好可爱哦，还好多青蛙啊。你喜欢养这个宠物吗？最后一个哦。吓死了！蟑螂。答对了，手语是蟑螂。那两根须，蟑螂，答对了，大家太恐怖了，不要养。有人专门养蟑螂，然后卖，
生意很好哦。为什么会出现我的名字哦？这个蟑螂不是坏虫，是好的。平常大家的那个什么化妆品吗？是哪里来？是蟑螂做的？真的假的？不能随便骗人。OK， 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呢？嗯，好，原来有这么多的宠物啊，这么多的那个什么虫啊、动物啊，可以变成宠物。养宠物的手语是怎么看呢？其实通常都是用你的眼睛来看它的形状啊、动作，然后把它变起来的。是养宠物哦，和那个养小孩一样，你都要付出爱心、耐心。好，这个并不容易。是，请做我们的宠物。好，好的。刚刚呢，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呢？都起鸡皮疙瘩了啊！是的，是的。原来这么多奇怪的动物都可以变成宠物。是啊，养宠物和养小孩一样，都要什么呢？耐心、爱心。所以真的养宠物并不容易。嗯。所以呢，在养宠物之前，你一定要考虑清楚，是不是能够负担这笔支出，还有你有没有时间可以照顾宠物呢？如果你有一点顾虑的话啊，我们那个真的宠物不要养，我们养这种宠物啊就够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今天上课的同学，也谢谢帮助我们的幕后团队，谢谢。线上手语教室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下一次见咯，以后很可爱，可爱。